我觉得血攻打 PK 真的很贱，进场先扫掉对方半条血。你说三 v 三哦，我试一下。好像很平均诶，都是五六十的。是这个，对啊，爱德华。打死啊！可惜啊，我觉得应该要开一个那个没有分数的 PK， 应该会很好玩。